老师，我准备有小包送了，对不对？对面还不理解你的，为什么？这不是二十一年前的场景，是你的下场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啊？你现在方便说话？方便啊，你说。知道十一年前戳死你哥哥是谁吗？跟徐伟。说明就问别人，现在是你给金子进去了个老板，他可能找不到五个，他杀死了处理车辆的修车工。抖音。